喝水。我干了。还喝吗？喝。南鱼。哎呀，可能有点唐突了。 有些话我想问问你，你现在是不是跟迟琪在同居？那个，冒昧的问您一下，您是？啊，我呀，我是迟琪的妈妈。妈妈？哎，不是，阿姨，我不是叫您妈妈，我的意思是，您是迟琪的妈妈。 阿姨，哎呀，叫什么阿姨呀？就叫妈妈，反正啊，早晚都要叫妈妈。啊，南鱼啊，我这次啊是偷偷来找你的。我呀，听说迟琪谈恋爱了，哎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想来看看你，没吓着你吧？阿姨您没有吓到我，不过，阿姨。 我觉得我得告诉你，我没有跟迟琪谈恋爱，我跟他只是同居。那个我说错了，阿姨，我俩不是同居，是合租，恰巧租到了一间房子的合租，一样，都一样，不一样，阿姨，你误会了。 有什么好误会的呀？妈妈懂。妈，别吓坏我朋友。室友，好室友。小鱼啊，多吃点啊，别客气。你看，阿姨刚才啊太激动了，没吓着你吧？啊，没有的，阿姨。倒是你大老远的跑来看迟总，阿姨可真是太喜欢你了。哎，你看我怎么就生了个儿子呢？琪琪啊，你看看人家小鱼啊，你说从进门到现在，你关心过妈妈吗？妈，你吃这个。 啊，小鱼啊，我也就是随口这么说说的。其实啊，我们家迟琪人可好了，他呀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最起码他很专业，他对感情啊可认真了。你别看他25了，可是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呢。他呀是个连初恋都还在的好孩子呢，是吧，儿子啊？ 小鱼啊，吃啊，多吃点。小鱼，我看呀，你和我们家迟琪挺般配的。咱们城市这么大，怎么你们两个租房子就租到一起去了呢？阿姨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可以试着处一下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多吃点，吃完了我叫爸来接你。你赶我？不是，就是太晚了，不安全。小鱼，不是阿姨自卖自夸啊，你要是跟我们家池琪在一起了，她一定会对你非常非常好的。再说，你看阿姨我又这么喜欢你，是吧？要不你考虑一下。 哎呀，你们两个就试着处一处，说不定这处着处着就有感情了呢，是吧？不如你们两个就真的……哎，爸已经到了啊，在楼下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看这孩子还害羞起来了，是吧？怎么了妈？池琪，你说你害羞什么呀？啊，你说你还指望着老天爷给你调下个媳妇来生个孩子给咱抱回家去？哎，你说是吧，小云啊？啊，阿姨再见。 不好意思，我妈吓到你了吧？没事儿，听你妈妈说话倒挺有意思的。还想听我妈说说我，还是说你想听我的故事？迟总，我是想听阿姨的故事。夫人，臭小子，敢骗我！ 夫人别气，池董临时有事儿，特地吩咐我叫我来接你的。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据说是林家那边请他过去吃饭的。林董的女儿刚回国，拿来讲，说是设宴，林小姐和池少爷还是差不多大的。潇潇回来啦。行，你问吧。我听说，阿姨逼你结婚。 这不还是我的事儿吗？嗯，是。那阿姨是想抱孙子呢，还是单纯的想让你结婚啊？都有，想我结婚吧，毕竟我一个人工作，没人照顾我，估计想找个人来管着我，让我想有回家的冲动。哼，那你愿意被人管着吗？那就得看是谁了。如果是喜欢的人。 就怕他管得不够多，如果不喜欢，看一眼都觉得烦。那你要是结婚的话，那肯定是跟你喜欢的人结婚啊。阿姨总不能让你跟不喜欢的人结婚吧？真的会。我妈为了让我结婚。 只要我回家，就见缝插针给我安排相亲，仅一个上午，家里就来了3、4个女孩子。她要的只是我点头，只要我同意，估计明儿婚礼就成了。那你出来租房子就是因为拒绝相亲，被赶出来？那你都没有跟你妈妈好好聊一下这个事情吗？毕竟是结婚，不能儿戏的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 在我妈的眼里，就没有放过这2个字。啊，好吧，挺惨的。说吧，你一大早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事儿？你也知道我一大早就找你啊。你现在是大忙人，连妈妈约你都要从早上约到晚上才出来。 你现在是得到高人指点，昨天才见了面，今天就是有办法对付我。哎呀，琪琪，妈妈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你看，你这一转眼都25了，从你18岁选择自己一个人出去住，妈妈也没管过你。可都这么些年了，你倒是给我争点气呀！ 你也找个人照顾照顾你，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找女朋友多麻烦啊，而且找了女朋友，我还要照顾她，我多累啊！万一平时闹个矛盾、生个气，我还要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照顾她，总之太麻烦了。